Le 20 avril, l'actrice et danseuse chinoise Tong Liya a été nommée marraine du festival Croisement 2021. Elle nous a raconté sa romance avec la France et son attachement à sa terre natale. Pourriez-vous nous présenter votre histoire avec la France et la culture française? Je suis très heureuse de vous parler. 自己也会觉得非常喜欢法国这个地方。女孩子们又很喜欢好看的时装呢，法国的时装，包括每年的时装周，巴黎时装周，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。 Les échanges artistiques constituent depuis toujours une partie très importante dans la dialogue sino-française. En tant qu'actrice et danseuse, quel regard portez-vous sur la danse et le cinéma de la France? 法国的一些电影，它其实比较浪漫，它也是很能够就是直击人内心的。每年到了戛纳电影节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文艺片的展出。对，我觉得它可能会也会更大胆一些。刚才我们在活动现场有听到了《天鹅》这一段选段，因为我学舞蹈的嘛，一听到《天鹅》这个，我们就会想到芭蕾舞。 有很多很宫廷的这样的一些舞蹈，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有很多古典的这些艺术在传承，那也会有新的现代舞的。其实也是在跟国外这样进行一些交流和互相的借鉴吧。我觉得其实到最后来说，尤其是艺术是共通的，越来越多的这种互相的交融，然后以及通过交流以后变得融合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。En 2018, vous avez été nommée ambassadrice touristique de la France. Donc, d'après vous, quelles sont les trois destinations incontournables de la France? 首先巴黎嘛，那时尚之都，又是美食之都，还有我们的戛纳电影节，这就是了解法国的文化嘛。那自己又是一个电影人，那更会觉得是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南法的风景这样的一个景色。 Et quelles sont les trois villes chinoises recommandez-vous aux touristes français? 哇，太多了！中国这么大，可以去的地方也很多。对，就近来说，我们首先北京首都要去的，无论是故宫、天安门、长城，或者是这些每一个公园，我觉得都很值得推荐。西安，这样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，其实我们中国那美食更加多样性。如果法国人民来到了我们中国，他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，才能够去感受领略我们中国的味道。 那其次，我自己又是新疆人嘛，我觉得新疆我也很推荐大家去，因为那是另外一种风情。我们新疆也会有万亩的薰衣草原，然后也会有湖泊，然后有戈壁沙漠，可能也能看到一些跟法国类似的景象，不同的味道吧。 Fin 2019, Tong Liya a mis en scène un théâtre de danse au loin et au près, qu'elle définit comme une lettre d'amour à sa terre natale. Avez-vous l'intention de présenter votre spectacle de danse en France? 我先走向国内吧，对，因为其实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就是首演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了。那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做一个复排，通过几段篇章，把我们新疆的美景。 服饰还有它的文化，还有它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故事，都会浓缩在这样的一个作品里。我希望说，先在我们国内的能够有巡演的机会。当然，我也很希望说，能够成为一个这种交流的使者，把我们的不同的这种文化带入到世界的不同的地方。我希望说有机会，如果真的能够去法国，甚至要去别的国家去演出呢，当然是非常非常荣幸的。通过这样的舞蹈音乐作品，让他们先感受我们新疆不同的美。